真的，稳大不会弱很强啊。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就知道了。真的，真心不烂。让你看看他威力怎么样。靠北啊，太强了。真的啊，稳大超强了。这种小关卡小 case。我是怕把这搞鬼的。他的威力真的出你意料之外，这关卡真的是轻松打，靠北又过头了。不要小看撒旦了。甩猪加铁猪，直接开诸葛亮哦。K， 我是想 K 右边这只而已啊。可是我觉得两只都被我处理掉，你知道吗？强化珠是故意保留下来的，强化珠是故意保留下来的。哎、欸，直接转掉就好了。然后太宰用蓝之洛特，没想到。哎、欸，你不能送走他哎、欸！靠北啊，冲太快，完蛋！真的完蛋了。干，真的完蛋了，这个妙了，这个妙了，没有锁攻哦，哦，魔族克制攻加锁而已，不是锁技攻哦，误会了，那你死定了，那你死定了、啊，对吧？不是啊，是攻，克制攻的意思是它会增伤啊。就是你有魔族的话，它会增加伤害啦。啊，加锁是，因为之前我们翻译的那个，我们写的技能名称意思是这样啊。后来我改过了，后来比较清楚一点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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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啊，无了无了无了 ，OK。哦，因为后来就是有改名字，就是怕这样会看比较不懂。因为克制有分，欸、攻击力克制跟那个什么，他打你克制，就他打你会变比较痛，或者我们打他变比较少，有两种。啊，总之这个就是过了，就是过了。听起来好累哦，真的吗？不是关卡太那个了，好像不是很那个，不是很大的挑战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